说供他读完大学呀？那当然学费呢？还能管这个啥这？小王现在因为你穷，连金工大他都不上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到底有没有钱啊？我现在是没有钱，那不还有2年呢吗？2年以后我肯定有钱。你存折给我看看。你看那干啥？给我看看。你看那干啥呀？我说有就有，你给我看看。不给。给我看看。存折里没钱了，没钱了。你满意了吧？平时吃饭你不花钱呀？铁原哪个孩子有你零花钱多？小文的学费你不用担心，我有招，你爹也一样，你俩就踏踏实实上学，剩下的不用再管了。啥招啊？你说得出来吗？你干啥？找我妈。你干啥？高阳，信我高斌一次，我有招。我信你个鬼！